人吗？我花生，我花生，花生。问他是不是艺人，却幽默回答是花生。资深艺人廖俊去年因为这段爆笑影片意外成为最老网红。66岁的他当时身体健朗，拍戏之余还能开玩笑，没想到却在跨年前夕惊传中风。跨年前，跨年30号那一天，对，他就是有轻微中风，然后加上流感，怕他就是一度就是病情会变越来越严重，所以我们一直也没有对外公开这件事情。因为缺席老搭档碰碰丈夫的告别式，让病情意外曝光。廖俊儿子廖景德17号晚间在脸书直播说明，之所以低调隐瞒，就是怕病情变严重。目前爸爸状况已经稳定，要大家放100个心。现在目前状况非常稳定，可是还是需要休养。觉得是没什么大碍，真的没什么大碍，比较爱面子，所以希望就是完全康复的状态面对大家。廖俊本人为了不让粉丝亲友操心，晚间更在粉丝专页贴上手指比爱心照，用简短18个字感谢大家关怀。平时不止演戏，也会当网红直播卖东西。廖俊幽默搞笑，深植人心。如今传出中风倒下，粉丝们只盼他能早日康复，继续带给大家欢笑。谢黄俊台北综合报道。